今天大年初六，我们在家躺了一天啊。然后现在小辣子准备请我和爸爸去看电影呢。我没说请你啊。你说了。我说了吗？你卖我的压岁钱，请我们看一场电影吗？不行。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。我不会。头发好几个月都没剪了吧？嗯。上初一以来就没有剪过了。准备留长发了。扎起来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哇哦，青春活力，还青春活力，对呀，我都老了，老了吧？你才12岁多，老了，13岁都没有，你看这一身搭配着多好看，老了，老了，老了，真老了，你都说你老了，那我怎么办啦？那不更老？这是干啥？卷刘海，还要卷刘海啊？请问一下，你有刘海吗？有啊，赶紧收拾走了，爸爸已经等不及了，爸爸说我们太慢了。你怎么现在这么臭美了？臭美吗？我只觉得我刘海好丑。以前出门都是等我收拾好了我们再出门，现在出门要等你收拾好了我们才能出门。对，爸爸肯定烦死我们两个了。烦死就烦死了吧。看一下效果如何。这样。哎呀，不错呀。快坐了快坐了，爸爸生气了。他生气了吗？对。他给你发消息了吗？嗯。你喝了脸通红还能看电影吗？待会我们看电影你睡觉对吧？嗯。浪费。好看我就看一下，不好看我就睡觉吧。喜剧肯定好看。我的大小姐耶，能不能快点呢？就等你啦。上厕所然后穿鞋不是很正常吗？谁请客？你别跑啊，是不是你请客？爸爸请客。我请客。你也不请客？那你请客。妈妈请客。我没钱。我也没钱。那都没带钱怎么看电影呢？那回去吧。回去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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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。回去了，回去回去。回去回去回去。好傻啊你们两个。大小气鬼养了一个小小气鬼，两个都是小气鬼，跑了干嘛嘞？最后你付钱。我没钱，爸爸付钱。你那么多钱留着干啥呀？留着花。花得完吗？花得完。去年的2000多块钱都没花完呢。花完了。没有。花完了，剩1700多。这就花完了吗？三张票花了我166，你们两个小气鬼都不给钱啊？自己买啊，我不会买的。铁公鸡终于大方了一回。今天看的是《满江红》，非常好看，搞笑感人又震撼，剧情反转反转再反转，推荐大家也去看看。不过稍微有点血腥。走了走了。啊！在电影院买的炸鸡。没有工具吃啊，又没筷子，又没手套的。这还有红薯。还有红薯。嗯。66块钱，两杯可乐，一个爆米花，一个炸鸡，还挺划算的。其实也不划算，有点贵。来，背一首《满江红》。嗯，莫等闲，白首年头，空悲切，只会这一句。只会这三句。